面还有没有存酒？你就别馋了，误了事儿，小心咱们两个被灵虚真人拿去下酒。大哥，山门口那边好像传来些响动。别疑神疑鬼的，我大哥在这儿把守，哪个不识相的回来找死啊？那些狼崽子看不见，别以为就能过了老子这关。清修，又是只猴子。施主，不如放下棍棒，也同我学点佛法，如何？妖精，再往前走可要万万小心。小猴子，来这边。这儿这儿，看这儿。小神是黑风山的土地，在此候你多时了。笑，真笑。再往前走就是观音禅院，当年也是香火鼎盛啊。只可惜那场大火哟，后来啊，这禅院又被重建了。可人心若是烧没了，修好一座破庙又有什么用呢？小老儿先走一步，等你过了前面的栈道，咱们自会再见。Yeah!
院内似是黑风怪的道友，自称灵虚子，以你现在的道行，恐怕走了。小猴子快逃，还来得及。你若进了这道门，便回不了头了。